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所站的位置是华夏电视演播厅，由澳洲华人领袖基金会主办、华夏传媒承办的超级领袖第二轮选拔赛即将开始，让我们一起来目睹选手们的风采吧。8月2日晚上7点，华夏电视演播厅里盛况空前，由澳洲华人领袖基金会主办、华夏传媒承办的大型政商精英电视选秀节目《超级领袖》第二轮海选成功举行。经过自我介绍、3分钟演讲、导师抢人等紧张激烈的环节，最终13名选手脱颖而出。后我希望能够将我们新移民一些想法、一些措施、一些展望，希望能够带到未来的澳洲政府当中去，将我们中国人的诉求表达到主流媒体当中。你好，我来自浙江舟山的，我叫 Elvin， 希望通过这次的比赛能让自己得到更好的成长。希望这一次次的考试也好，考场也好，使得我们有更多对人生的一种期待跟价值观的体现。谢谢。本次比赛晋级的选手将与第一轮海选的选手们一起进入下一轮复赛。浙江国际频道驻澳记者站由 Michelle 在墨尔本为您报道。